大家好，我是杨迪哈，今天帮苏州的一位粉丝来选一只捷克罗素梗哈，咱这到养护家了，看到没有，在他狗场，看这个是狗场老板哈，哎呀，还挂个面子嘞，还给砍妹，看到了吗？还是这一窝哈，小捷克罗素梗，好多粉丝相中这一个了。这个是从小帮新疆的大哥预定的哈，现在新疆全域疫情，还得疫情解封以后才能发哈。其余这还有好几只，应该这个最小的就是那一窝小电窝哈。这个是狗妈妈，看到没有？一会儿咱让养护抱外面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现在在里面太吵了哈。哎呦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刚爆出来哈，这兴奋度都可以哈，看到没有？很不错哈，我最相中的是这一只哈，有点类似刚毛的小母哈。这个小公比较有特点哈，之前上一次给大家看了，和哈士奇的眼睛一样，鸳鸯眼哈，比较特别哈。这个鸳鸯眼的。也是小母哈，哎呦呦，这个也是小母母，看到没有？这一个偏脸海盗眼的，这只是小公哈，小尾巴都杠杠的哈，看都在咬东西玩哈。这小狗就得训练它哈，训练好的话，成年以后会非常好玩，丢个球，丢个飞盘，没事训练训练。这小狗的动力还足，欲望还好，兴奋度高哈。看到没有？哎呀呀呀呀，没出来过哈。粉丝之前给粉丝联系的时候，他想从这个花色好的母和那个海盗眼的公里面挑选一个哈。这一个估计他也看不上，咱给粉丝开视频，看他喜欢哪一个哈。看到没有？都可以哈，这兴奋度。刚才和粉丝开视频看过了哈，他还是喜欢这个花色好看一点的哈。最后确定的是要的这一只哈，然后后面这两只还一公一母，这一个是小母，这一个是小公，这个小母剩下的这一条是鸳鸯眼的哈，大哥不放心，又让检测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，犬纹细小冠状都是一道杠，健康的哈，就是去掉这一只以后，还有两只育苗齐全的哈。这个养护没训过，现在正到训它的时候了哈，这是三针疫苗齐全的，主要是没出来过。还有没有喜欢的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，